大家好，谢谢我们爱童乐团。好，好，那刚才都介绍过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多说，那我们就带来我们第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它叫《卢凯的姑娘》这样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旋律。没有了，不是了，不要。好啦，那就开始咯。